昆虫啊，哈、哦，自然的这个爱好，哦、我想这是非常好。那这个我是彭彭家主持人 Andy 哈、哦，这个我想我们抛砖引玉了哈，最主要我知道我个人啊，能力上不是很充分，但是很愿意啊来协助各位，我们可以把这些同好大家来聚集起来。希望大家贡献出我们的才干，彼此交流，彼此讨论。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兴趣或者是在这个专业上哈，一定会更加的精进。那今天真的非常的高兴，也很荣幸，我们能够请到赖廷奇赖先生哈。那他现在是我想啊，张爱玲有说过一句话：成名要趁早。十年前，我啊这个第一次看到这个沉醉勾销，我跟各位讲不是夸张的，我去到这个民生，然后这个松江路那附近，哦，江文成他父亲的办公室那边买到之后，沿路坐火车，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北宜高速公路，哦，坐火车在火车上一直看，一直转进去，回家之后再继续看，哦，我太太坐在那边，他就说狂喜哦，怎么这样子，回家都不理他。哦，在那时候真的是读到这个书，真的是哈，如这个如饥如渴哈，真的是太好了。那当然，经过这个十年之后，我想我们的这个视域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这个啊经验啊，也有累积一些。但是我想，我们透过这样的交流，一定能够更精进。啊，今天我想高端主任跟真的特别感谢他们愿意啊，把他的这些专长啊跟大家分享，一定跟大家贡献。他在这个领域哈，你看他现在还很年轻，对不对？十年前更年轻啊，十年前更年轻，我们真的很感谢他。那我就不在这里啊，我在请各位就是说，我们这边是跟丰盛国小新的产地哦，当然很感谢校方啊，愿意提供这样的产地。我们也希望说以后啊，能够继续有这样子的一个国小的一个发展，针对啊某一个主题啊，在朋友哈，啊，刚刚那个邱先生啊，他昨天也很热心带我们家人们去这个自来水云山啊那边那个厂区哦，在那个地层啊，他们也做了一些这个富裕的这个生态啊，天然啊，真的很棒啊，希望有机会啊，能大家贡献我们的心力啊，会让这个我们领域啊更精彩。还有其他的那个先进哦，我因为这个比较疏于跟大家交流啊，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一指出各位的名字啊，真的非常的抱歉。那我想我们就啊用最热烈的掌声，好，我们欢迎啊赖廷奇 Jonathan。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要站在这里，其实。有些朋友是外县市来的，那你们也很辛苦，谢谢大家来这边，大家来讨论这个西方不败，永远的西方不败场景大热门。一开始呢，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我跟甲虫是怎么结缘的，因为其实这十几年来，养虫的技术呢进步了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其实我也不用讲太多，真的怎么去养虫，因为我昨天去 Andy 的店里头一看。小学生养出那种一五级的场景，已经大有人在，所以养虫的技术，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普遍、非常发达。我真的也不用讲太多。我一开始先跟大家聊一下，我怎么样跟独角仙、长脊大都虫结缘的，里头有一些故事。其实我今天把每一只比较有故事的虫带来，那因为小小只的在前面，所以每一只。等一下有拍特写照，我们一起这个来聊它。那里头，包括了一些因为太过于热情啊，被骗到几乎是大学的这个积蓄吃饭的钱啊，都一口气就这样付光了，就被骗。就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聊一下。那一开始呢，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独角仙啊。我其实真正跟活生生的野生独角仙结缘，我这辈子第一次其实是在
那我很小的时候，我大概是就我们一般的小朋友啊，大概是现在的小朋友很聪明，然后资讯又很发达，所以可能两三岁就开始看很多书了，然后三岁可能会认国字，然后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什么波波波什么，那通通已经会了。现在小朋友其实真的很聪明。那我那个年代啊，一年级的时候上课第一天才学波波波，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都还学不会，我妈很生气，那个拿铅笔打我，然后铅笔断掉。所以现在小朋友跟以前小朋友那个落差，真的很大，可能是因为资讯太进步了。那我那个时候啊，可能四五岁的时候开始翻书，翻，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喜欢什么东西，他是可能是天生的，有些人喜欢绿色，有些人喜欢紫色，你问他为什么，他也很难说出来。为什么会喜欢绿色？就比如说，就是这种天生的东西。可是生活的背景可以让你对你原本喜欢的东西更加的渴望，那个渴望都可以不断的浓厚下去。那我觉得，我当时会这么喜欢家，就是因为当时我是一个发达。那当时呢，我的想法是，当时所有最新鲜的资讯就在你家附近的图书馆里头，如果没有的话，就这样的，你也不能怎么样。那个时候完全没有网络，是一个我觉得现在小朋友无法想象的年代。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黑暗期。你家图书馆里头没有的东西就没了，你没办法，你就是卡在那里。所以我以前只要有机会到外县市的图书馆，我第一件事就是看他有什么样的图书馆的书，他有什么样的彩色图片。因为那个时候，我现在33岁，当时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大概是小学可能一年级、二年级，然后有机会去图书馆我就翻。那个时候，你看20几年前的书，几乎全部都是日本的翻译书，它都是小朋友的，然后里头可能掺杂着漫画。可是我觉得它书的特色就是中间会有几页彩色的那个图鉴页，那里头就会有一定会有的就是独角仙跟巨敲。我记得那个年代还没有人在讲敲形虫，那时候好像叫枪狼的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枪狼？那个时候书里头有翻枪狼。那因为我在外双溪长大，那里敲形虫蛮多种的，所以我一直对敲形虫不是有很热烈的这个热爱，因为小朋友很容易受你看书里头说的什么东西而被影响。我看到的都是独角仙每次打架都赢，好，那你看那个漫画，就是敲形虫可能落荒而逃还在哭，或者是你看他那个图鉴，不是图鉴，脱离的照片，每一次看他就是独角仙。我把敲形虫搬走，每次那个敲形虫就是掉到地上之类的，所以再加上你生活环境中看得到敲形虫，你自然而然就会只渴望那个独角仙。那我大概四五岁开始，就是这些童书嘛，我现在之前搬家很多次都丢掉，觉得很可惜。那个都翻到什么书被不见的啦，然后掉页的什么都很多，就每天一直翻，就一直看，然后独角仙、独角仙、独角仙，可是怎么样都看不到真正的独角仙。那现在你只要一上网，马上查得到独角仙哪里有，哪间店有在卖，就太方便了。以前没有网络，那个真的是很黑暗的一个时代，你就只能看到书里头有什么，就这样子，去哪里抓，哪里有什么，什么通通都不知道。所以你每天对独角仙的渴望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到最后就变成一种痴狂。然后以前做过的许多很就是很呆的事情，像书里头会说，你如果去树上吐蜂蜜，晚上拿手电筒就会有独角仙。可是我们小朋友根本不知道说，产地没有独角仙，就是没有独角仙。就拿蜂蜜马路的什么树都给它吐啊，晚上很兴奋拿手电筒照。你有几只蚂蚁就了不起了，金龟、敲形虫都我都没有看过，然后就在那读读，然后读个几次就想说，好像没有用了。然后书会说，八月最多，八月的时候去吐，可是反正就是都看不到，那就这样持续了好几年，你就一直很喜欢读小学，那个书翻就是翻到不能再翻。然后有一次呢，那个时候我很夸张，我爸爸只要周末要带我去哪，我一定先问那有没有读小学，没有回去，这真的是这样。然后我爸有时候还要请他朋友骗我说，他有真的看过读小学，然后我就说我会去，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夸张，只要出去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他们都没有给我钱。然后有一次来宜兰，那个时候我应该是9岁，大概2年级、3年级，然后来宜兰，完全不知道会有。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忘了在哪里，但是在宜兰大宜兰范围的某处山区有两尊茶，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一早呢，去爸爸跟一些同事去吃鳟鱼。然后路上，我们就从早上从那个旅馆出来，然后一大早问他早餐，就是吃鳟鱼一大早，他走，然后在马路上，那个时候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预期的心，你就是反正那么多你都没看过，也不会就觉得我今天会看到什么东西，反正走，一个凤凰树，也不是光大树，是凤凰树，啊，那个时候我。9岁、10岁，只是对凤凰树特别有印象，因为我家是庭院阿公种的，我每天都看到。然后走，那个凤凰树也不是非常大，但是应该有，我想有2楼、3楼高吧。然后走，就看到一个树干。那我常常走路都看着地上，我不会看远处，我都看着地上走。我妈每次都说，你是听大的高帅气，为什么走路都这样这样走，就很不大方，不是抬头挺胸，走路都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到东西的时候都离我很近，然后走，大概就一个凤凰树，可能树大概也不小颗，然后就在我腰部的地方，就一只，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看过真正的鳟鱼，那是一只很的，然后它，我为什么知道它是鳟鱼？因为它比金龟子大很多，然后又没有脚，我就猜这个就是鳟鱼，然后就走，哎呀。但是因为我们脑海中是独角仙是公的，有一个大大的脚，然后看到以后就想了一想，哦，这个是独角仙，这个是母的独角仙，我还记得它是黑色，很黑的，独角仙有咖啡色嘛，它很黑的，然后那个毛还亮亮的，把它抓起来，然后还因为那种独角仙有时候吓到会丢一下，所以它没有抱人，一抓就起来，然后放到手上，一放到手上以后，它就抱住。马上抱住，他也不怕，就紧紧的抱住。那一般的小朋友如果没有被脚抱过，我那时候我也没有被脚抱过。可是因为太喜欢独角仙了，他这样一抓，你也不会叫，也不会甩，也不会哭，就那种。独角仙，当你渴望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的时候，跟可能。第一次在书上翻到什么东西，他几天后就啊，不然网上买买好，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接着我就赶快往上看，哦天哪，独角仙真的对啊，那个心真的没有办法形容。树上就有，可是你抓不到，看不到，它就一只母的在很下面，不知道为什么。那树上都串树，小朋友8岁、9岁，哪有你？那个树震动大概很微薄，甚至不会震动，不然你就掉下来。但是动的很少，只看到我只记得我看到了三只猫，其他都是母的，可能20几只应该有吧。那因为大人都说，就大人对那个母的是不会像我那样子那么，就是无法解释那种情况。他们看到说，哎呀，别丢了，他是那么高，就是我爸的同事啊，哎呀，别丢了，赶紧赶紧假装。那时候小孩子是，就是跟着去。就走大概10几分钟，吃饭。他从头到尾，那只独角仙怎么没有离开我？我也没有怕他，因为他就是抱，他也不怕，紧紧的抱。我从头到尾就是那只独角仙。拿到，再要走回去的时候，又到那棵树，继续看。那棵树开在一个干妈鸟的前面，继续看。然后就一直拜托，说那个抱。那棵树有绑一个天，那个不知道什么线，绑上去以后，不知道是电话线还是天线还是什么线，反正树干就绑了一条电线，我就也知道不可能，可是我就把那个电线就要开始爬，然后那店家就有那种可能是老阿妈，哎，新年了，电视上面讲，那大人当然就觉得这样很丢人，走，两年两半年那个抓不到，就在那上面，然后。就走回去饭店，我就走了十几分钟就下去，看得到就是公的就在上面啊，那种兴奋的程度，就是
就是很亢奋这样子，然后就拜托拜托，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抓到一只，拜我爸一个朋友在饭店附近，可能工地吧，有那种细细灰色的水管，就一般工地都会看到，不是很粗的，细细的，抬上去还会有一点晃的那种。他说后来还好，我们去抓抓看，然后就走到现场那一边，然后大人就比较粗鲁吧，就是要他去吐那个竹角钳。啊，有一只刚好被吐到，然后就掉下来，掉到地上。然后我还记得，那是可能六公分多小小的一只。然后独角仙的刺状末端不是有两根东西，然后它掉下来有其中一个有一点点凹下去。我说啊，不行这样，不行这样，很轻很轻，这样子掉下来它会受伤。然后叔叔就轻轻的去碰，一碰独角仙就爬到上面去了。他本来你往上看啊，瞬间他可能在下面或者侧边，你轻轻敲他，他就你跑到上面，那你就再也没有机会。然后我看到的三只公分就掉下来了，一个在上面，然后就完全没有机会。他想说，终于有生命的第一度，很不得了，就也算满意的离开。然后当天我们就要回台北，然后我们在苏澳的时候还是深澳那边在吃海产，大家在吃饭，我就一直看。一直看，就吃不下，就是完全已经麻痹，一直看，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啊，回家以后赶快，那个时候就一般的傻瓜相机还是底片，我就拍照，拍了两张。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也不知道相机不能拍近拍，所以拍出来以后其实是歪掉，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相机镜头跟眼睛看进去的是有落差，那个旧的相机是从左边看的镜头是在右边。他拍出来以后会有偏掉，他那个照片是家里还留着，可是我这次出来太赶，来不及去找，我还在上面用那个笔啊，还把照片写坏了，我还在那边写，怕人家不知道那是我的手，赖廷奇之手，然后那种笔是水性的，写到那个照片的遇到水那个胶会脱啊，还有一点那个胶都刮掉。那回去也不知道怎么样，就很疏离，我日本人拍出会说啊，不是土，不是土，可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土，完全不知道，就是挖一些花园的泥土，挖了，然后就把养在那个饲养箱里面，然后喂它吃那个苹果西瓜，哎呀，大概有养快两个月吧，然后就死掉，然后也没有生，然后那一批，那一次的经验就这样结束，又过了好多年了，我没够，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爸说，他们家的对面就有一家，一到夏天就会卖独角仙，那就木生昆虫馆，那个时候还在松江路上，现在搬到景天宫那个里头的巷子去。然后夏天大概六月的时候吧，我爸就带我去，他从此就终于可以稳定看到独角仙，然后养了几代以后，就比较对独角仙比较熟悉，以后就比较没有那么疯狂，然后就慢慢的就在想说。儿童的那个图鉴上面有长鳍大头虫，那么多种类，什么战神啊、亚克力鳄啊，然后什么扁锹巨鳄都有，就是一直看长鳍大头虫，一直看。然后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说哪里会有长鳍大头虫，然后它吃什么，通通都不知道，就只有看到非常非常少数的日本的丛书、童书有独角仙的可能会。改一点点那个国外的家长，然后就看到长鳍大头虫，就觉得哇，好神奇哦！哪一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这个东西，可是他住哪里，就是完全都不知道。那后来因为小时候成绩很不好，数学常常考六十几分，那时候我小学五年级，常常考大概六十几分、七十分都在。那后来爸爸的兄弟都住在美国，我爸想说我这样子高中。已经考不上，他大学到时候也考不上，那可能就很惨。那因为亲戚都在美国，我爸就想说啊，既然成绩这么差，那就寄住在美国的国父那边。然后去美国以后，在1995年的时候，网络开始慢慢的盛行。那个时候我都不会用电脑，什么通通都不会。然后慢慢的盛行以后。就有一些留言板，然后我就认识了一个住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美国人，
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什么预期心理说会看到残疾大沟通，就因为那个都是太遥远的东西，你知道他住哪里，他吃什么，就完全不知道，就看到这标本觉得哇，比这个真大好多，就这样子。那因为你觉得他根本是不可得的东西，你就不会去想太多太多。后来他跟我说，我就随便问说，我也没有想说活着，就觉得不可能，我就想说有没有标本。那个时候也不知道谁有卖标本，什么像现在小朋友一上网 Google 一下国外的谁在卖什么昆虫，那个大概三秒钟按下去，那个搜集引擎它全部都找出来。那个时候连谁在卖都不知道，然后他跟我说他好像有办法认识，透过一些介绍可以拿到干燥的长期大沟虫。我就赶快跑去跟我妈讲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有办法拿到长期大沟虫的标本。那个时候我在美国之后，我只要有机会去，像我一开始讲的，所有的资讯最新的资讯都在图书馆里面，我超越他的资讯。那我那个时候去过很多就是学校的图书馆，我就去看他的那个百科全书。那有些百科全书里头就会有，但是很少数，有些就会有黑白的，那时候还黑白的长期大沟虫照片。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照片非常非常有限，他就说他有办法拿到长期大沟虫的标本。他跟我妈妈说，我就拿丛书，丛书给妈妈看，说这个长期大沟虫，那个时候各家的翻译都不一样，有人叫他大力士，有人叫他力士，有人叫他耳丘力士，然后就很多翻译的版本。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多少钱，一只88块美金。我的电脑哦，中了一种病，就是我每次开机不久以后，他就会跟我说，你要买一种软体，因为你的电脑很不顺，然后就给你插这个软体的电话。那你如果不买，大概5分钟内就硬把你关机，然后你就，所以我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电脑的专家在这里，他可以请教一下，把这个这种类似强制广告的东西把它删掉，所以我的电脑就被强，就是就被强制关机，真的是非常好用。我刚是要给大家看一只虫，它只有12公分，我这辈子第一只 DHL， 然后它只有12公分，然后它是88块美金，这样台币差不多是3000块，差不多3000块。那以现在这个行情，一只12公分的 DHL 可能不用1000块就买得到，那以前还是标本哦，要3000块美金。那其实我把这每只虫都做成大张的照片，可是哦，真的这样真的很困扰。没想到，因为它时好时坏，有时候还好。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照片好了。就这样讲比较干，比较无聊。那后来呢？后来那就干燥的标本。然后干燥的标本之后呢，我就去读大学了。然后那个干燥的标本，等一下我们看那个虫。然后那只标本就等于又变成以前独角仙那个时代。每天下课回家就一直看，然后正面也看，反面也看，就每天一直看，就是，然后有点像膜拜这样，就一直看，然后就想象这种东西活的样子到底是怎么样，它会怎么动，它会比独角仙凶吗？它会很有力还是怎么样？就是一直幻想。然后到了大学的时候，网络就越来越发达。然后就认识了南美洲有一个采集者，然后就是时代一直在变，像现十几年前啊，有机会直接跟南美洲的采集者买到很大只的虫，然后后来他们就认识很多日本人，然后
然后日本人又非常的机智，所以所有的好虫大虫好像一抓到就直接 就自动就会跑去日本。然后后来 我听说日本人都是直接就在当地就派驻那个他们的员工，就直接就当地看到什么虫就收起来了，然后就寄到日本去，然后就我们现在大只的虫都买得到。那当时有一只15公分的，然后在美国要养这些虫要跟那个农业局申请，他们管得比较严。像台湾我们这边很方便，就是上国或是去虫店就买得到。那在美国啊，那个时候要跟农业局申请说，你要养这个虫是要干嘛？那通常要跟他，那个都是要写，就是要写申请给他的。然后就要跟他讲说我养这个虫是要干嘛？那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要记录它的生态，以后希望可以写一本书这样。那后来，美国农业局就会发许可证给你，但是许可证好玩，它就是贴纸，上面就是，贴纸上面就是打你家的住址。然后你要把那个贴纸寄给当地的那个采集者，然后他要再把它贴在那个包裹上面，然后那个包裹会先寄到美国农业局，然后农业局看一看说，这个确实就是你要申请的，然后再转寄到你家。可是大家的那个南美洲大家的英文都不好啊，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完全都是基本不要讲，然后你也不知道说他会怎么做，当时也没有数位相机，你也不知道他真的是不是有没有虫，你就是只能选择相信他这样。然后后来，他就寄了一个包裹过来，然后像我这台电脑啊，一开始的时候就会一直有这个东西跑出来，就说你电脑怎么样跑得很不顺，要买一个产品，不然的话呢。你电脑就会跑得很顺，然后你不买大概5分钟后它就强制你关机。可是我这有一个杀病毒的软体啊，有时候会有效，平常都有效，就那么刚刚没效，一个强制关机。就这个东西，只要给它按了2次，有时候大概就没问题。趁现在没有我的照片，你赶快来看照片。等一下，快把这个关掉。你去吧，把那个灯。这个呢？来，那个灯。就这只啊，这只是我这辈子第一只长体大灰熊。它是 DHL， 然后只有122公分，122公里啊。然后它就很小一只嘛，小细细的。可是这只我有带来，它就是我这辈子第一只的成绩。然后收到标本的时候就一直看，就无限的想象，想说它活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它会怎么样的动，它是什么味道，它是会跑得很快还是慢慢的，然后。后来这只就一直放一直放，到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得到这一只。这只就我刚刚在讲说，对方采集者跟我说他要寄一只公的跟2只母的给我，然后我收到盒子的时候啊，箱子就大大的一个纸箱，然后一拿到里头就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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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我想说惨了，这里头他什么都没有塞，还是大大的空盒子，里头再放一个塑胶盒，然后里头就放3只出来。那我们知道平常里头至少能塞报纸，好不好？就它才会晃动嘛。然后它就从南美一路寄到美国，然后里头就放3只虫，然后什么都没放。然后我打开以后，里头很惨，而且已经发臭了。里头2只母虫，一只已经烂掉，而且还不是长颈的母虫，是那个亚克吉恩的母虫。他跟我说他要给我一只公的，2只母的。就有一只是亚克吉恩的母虫，已经死掉烂掉了。另外一只真的是长颈的母虫，可是它的肚子被这只公虫打了一个洞，然后大概很快就会死掉。我就把它冰起来，因为肚子就有个洞，然后只剩下触角嘛，会这样动一下动一下。那它也是在里头，那母虫也很有力的，在里头
三只大概就一直缠斗，一直缠斗，一直缠斗，然后它的脚也残废了，然后可是还看起来还可以活一下下，我就把它先留着，反正这只它那个毛啊，毛都刮掉了嘛，那真的是，啊，这只的头角是还蛮壮的，然后立体就这个东西最有杀伤力啊，就会在对手上面打洞，然后呢？这一只后来就是陈翠秋挑里头这一只，就是它出油了，可以黑掉了。之前希望电脑不要再出事，因为好多照片重新开机是好久了。啊，它是就是去油以后，然后活的时候出油，然后还有它就是这一只，然后后来也没有母虫交配，然后养到后来就死掉了，就做成掉了，就这一只。然后后来呢？这是1999年的时候，然后一样在1999年的时候，同样那个采集者，他跟我说，啊，他抓到一只165的，要不要买？他当然要买啊，165的，那个年代，长颈鹿虫大概是什么东西都还很模糊，它到底什么等级叫做大虫，那个时候也不太清楚。像我们现在知道说15算大，16算很大，然后很少，啊，17几乎是那一辈子买。不到两只这样子，然后他说他抓到一只165的，然后$350，然后我就说哦，好啊，买啊，350，然后台币要10000多，然后就买了，哦，然后他是寄标本给我，他说这是很大，他一抓到就把它弄死了，就做成标本，然后我就收到以后，他本来不是这样子，他本来是包在那个玻璃纸。然后下面就是硬硬的卡纸，然后想说，那我不要拆好了，因为那种刚收到的那种感动啊，就是希望永远把它封住，那种感动就是把它留着，然后每一次看到就会回想到当时的那种种种的情怀，然后后来就好像很忍不住，因为那个包玻璃纸就是亮亮的会反光，然后你要量它长度也不好量，然后也看不清楚。拍照也不行，后来就决定把它打开，就一打开就闻到很臭，然后就赶快全部打开，然后发现头跟身体之间还是嫩嫩这样子，然后想说哇，那它还没有完全风干，就把它包起来留起来，我赶快把它拆开，赶快给它再把它风干，所以它就有一点点的味道，不过还好，如果再多放几天，可能就糯起来了。那这一只虫呢，在当时1999年抽。后来量，它只有161，它没有165，但是你也不能怎么样，对不对？而且你已经很大了，那你也不能跟他说，哎，你骗我，你说161，我量起来就161，他可能是连屁股量，它也到164了。然后后来这一只虫就是这一只，啊，很多朋友说这张照片很经典，那当时就是用这一张在解说说，理论上。这一只的脚至少也应该长到这里来，对不对？可是长颈鹿虫很奇怪，就是它越小只，它身体跟脚的比例就变越多，它不会说变小，可是脚有比等比缩短，它会变短很多。那这一只也有带来，然后啊，这一只也是1999年，这一只为什么特别把它放上来？这只是也是 THL， 它是。这几天很多人在讨论的 Jason 陈俊秀，把他所有的标本捐给清大。我看越讲我都很紧张，很怕那电脑又给我挂掉，因为他开机真的好麻烦。希望可以顺利的。Jason 他这是他的标本之一，然后那个时候透过朋友的介绍，他说哦，你如果要出书要收集标本的话，你要拍照。你要去陈俊秀家，然后我们就去接诊他家，然后他的标本就很多，他有一间房间，完全那个时候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他那个标本规模真的是就算非常可怕，他有一间房间全部都是一张标本，然后他墙壁啊都把它做满，然后从地上到天花板柜子，标本柜，整个墙壁整面墙都是，然后。地上到天花板大概就大概十几层这样子，然后最上面你要拿椅子，它可以开出来看你有什么虫。
然后那是展好的，就整个墙面的那个标本的抽屉，然后他还有一大堆，他说没有时间展，然后他就随便拿一个纸箱来，然后看一看，就挑出这一只，就说来送给你，就这样送给我。这是好像是一三二还是一三三？那那个时候我刚说买一只120的就要3000块台币，那这次他就送给我，然后我当时也就不知道，无法哑口无言，就是就这样送给我，你知道吗？所以他说这次我有带来，到现在还是正常的。然后他、啊、这只脚断光，这只是我这辈子第一只养出来的长颈，他同时也是他的爸爸，就是野生宠的 GEHH。这只是130，他因为搬家脚都把它弄断了，它是纯粹就是用白色的那一本，最前面几页有都从构造解说里，它是翅膀有张开的，然后它的脚本来都还在很漂亮，然后后来搬家脚都断了，然后后来我又再把它泡一次水，把翅膀收回来，变成这样，比较好收。啊，这就是我在1999年的时候去日本有一个当时。DHH 是一个很梦幻、很梦幻的东西。然后我去日本，有一个日本虫友，他送给我3只106虫，然后他就送给我养。然后我也是当时就是非常感谢那种无法言语那种什么，就是送给我3只，然后当时还带着小小的布丁盒，然后他带我去逛日本的床垫，然后小小布丁盒里面就放一只虫。一个虫子，当时第一个虫，第一个虫，然后我还问他说会不会热死，因为冬天的夏天也蛮热的。然后来养三只养到是2公1母，那是我第一次养长颈鹿虫，然后完全就是没有经验。后来化蛹的时候，一只母虫就一化蛹以后，早上起来看它头壳卡住。就幼虫的头壳没裂开，可是身体的皮已经就在一直扭，身体的皮已经扭掉了，可是头还压着一颗头壳，然后头壳附近的那个皮都还包着，然后那整只已经硬掉了，所以那只后来就死掉了。那我就两只公虫，然后有一只，我太早把它从人工泳池挖出来，因为以前养独角仙的时候就很喜欢，只要一到潜泳就挖出来就玩了，就是最喜欢看它化的。可是长颈鹿虫后来就不知道说它所有的那个时间都会比独角仙长很多，所以就变成说什么都太早挖。它太早挖以后，它就还有活动能力。可是我就想说多放几天，它大概就会停下来。然后我就把它放在保特瓶，因为我想说独角仙需要一个果园型的空间，长颈鹿虫。比独角仙大概2-3倍，那大概放保特瓶差不多。我不知道它在保特瓶给化蛹，主要是说让它在保特瓶里头乖乖待到，开始就是脚这样翻起来，它就在里头就，因为你已经知道它是潜泳，它是做一个泳姿，然后可是它还有活动能力。可是它被我挖出来以后，我当时应该立刻再埋起来，就让它在做泳姿。可是我没有，我把它放保特瓶里头，它就在里头。转到后来，他可能真的也没体力了，后来真的要转下来。然后，可是他可能花了太多体力，然后也是脱离失败，就死掉了。所以我3只1公1母就死掉，都是化蛹失败。剩下这一只虫，在网络上有一些传说，有人说这个就是吸管虫。我不知道什么是吸管虫，什么是吸管虫，就是人家就说，你如果要让它胸脚非常的直，就是它化蛹的时候要套吸管。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去试，因为那个真的感觉好像一不小心就会刺破。它的脚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直到它有一点点，甚至在这里是往上的。旧版的那本书里头有一张照片，就是我养这个，当时完全就是靠独角仙的经验。独角仙，我们讲说它前面长，后面短，对不对？然后独角仙的脚都不需要任何的支撑，不管你的光泳姿是坐直的还是躺的都没差，它就是
长的那个头角就会自己这样一直灌上去，然后也不会弯到。然后想说，啊，独角仙是这里长，这里短，那长与短同就相反嘛，它是后面长，前面短。那反正我就是给它放着，然后它脚自己就会像独角仙一样，完全挺立的这样一直冲上去。就我当时是把它放在人工孔隙太短了，我的那个人工孔隙只做到正，做到正。跟我想说，反正独角仙没其他嘛，独角仙它这个就是自己就一直长上去。这长颈鹿要从一离开人工孔隙，就一直，它应该是躺着啦，好，它躺着，它那个脚一离开人工孔隙的边缘以后，就一路往下掉，一直掉，怎么样都上不来。我想说，哎，不对啊，怎么一直掉下去，跟独角仙是完全不一样。他才赶快把它放到卫生纸，然后是有比较延长的，可是那时候也很笨，也不是有弧度的，因为小型的虫啊，就好像水滴，小小的一颗水滴，你不管放什么表面，它都是很漂亮的一个圆。哎，水滴越大颗，它就越来越椭圆，越来越椭圆，到最后水很多就变成平平的水。所以它跟独角仙，我当时都不知道说，其实独角仙比较好画的，你给它平平的，比较小型的个体独角仙，你给它平面的泳姿，它也可以画。可是长颈鹿虫，你给它平面的，它就因为它很重，就像大水滴就会扁掉。它这一只它的背部什么也都比较扁，当时我就是没有给它椭圆的，所以它这个脚啊，长颈鹿虫这个头脚胸脚是比较重，它要靠着泳姿的弧度，泳姿弧度大概怎么样，它就大概是怎么个长法。那我给它全平的，它就是这样平平的。然后后来，我就看网络有留言板，就是说，这个很直的胸甲是做出来的，然后他就贴一张照片，就是说底下这只就是标准的吸管虫，我一看不是我的虫吗？那它跟吸管没有关系，就是当时没经验，人工孔隙是错误的，就变成这样子。那这是这几只的故事，好，那每一只都我都带来，因为让等一下现场来看比较清楚。那有个故事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只十五公分来了以后，来没多久，有一个另外一个采集者，十六公分，这只来了以后，有另外一个同一个采集者，他就跟我说，他叫做Sergio，现在好像已经消失了。他就跟我说，他抓到了一只17.4的，然后问我要出多少钱。哦，那个时候我银行账户大概是2100块，美金2100块，这样大概是2000的话是六万，大概7万多块，应该7万多块。我整个账户里头7万多块，那是我爸妈给我吃饭、买书什么各种，就是银行用的零用钱。2500块，他说你要出多少钱？我有一只175的，175，哇，才刚买这只不久，他就有一只175的，这只买350。他说我也只有2500块啊，我跟他说，好啊，那不然1000块啊，1000块台币也3万多块，那对一个大学生而言，这真的是乱不断花钱。那当然，现在17.5的，可能台币30万都还买不到。他当时我就跟他说，那我出1000块好了，然后他就回信跟我说，抱歉，已经卖给日本人了。然后过了大概一两个月吧，就有日本人偷出一只，对，他放在池旁边，他不是卡池，就是一般的池，可是这样看起来，那个日本人是说这只是17.4，好，那看起来也差不多就17.4，我在想应该就是那只船。后来又过了不久。网络上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说，我完全不认识的，他就上留言板。那个时候有一个林木会夫方丽，他有加一个留言板，就某某人在那边留言说他抓到一只20公分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对长颈鹿虫的资讯真的是有限，然后就好像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爆点这样。然后他就说，有一只20公分的。你要不要买？然后
我说多少钱？他说1600块，1600块，20公分。如果今天真的有20公分的，我想是上百万台币，应该你要开上百万的价钱，他一定会卖。那他说20公分，然后才1600块美金。然后之前都是17公分多的，我这边看我今天买到，我就说好我买，可是我完全不认识他是谁。那时候也没有数位唱片、相机，通通都没有。我说好我买，因为当时就想说机会难得，你要抢得比别人快，然后要在日本人之前，然后就钱都汇过去，手续就做好了，然后是吧？然后就没消息了，然后就。然后我 email 他也不回，然后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包裹的那个追踪号码什么通通都没有。然后我还想说哇，真的被骗，1600块就这样没了。然后后来，再过了几天，他又突然 email 我，他说、啊、他有帮我寄，因为我本来想说被骗了，他跟我说啊我有帮你寄，但是呢，海关又把它退回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哦，那他至少不是被骗，因为他又回我信。然后他就请我再等几天。那后来我的解读，我才发现说他一定是又想要骗别人，然后在想说骗到手之前，不能让我截图先上网说这个人是骗子，他骗我多少钱，所以他要先来给我封口一下。然后我就又等没有人的，就等了很久，哎，又没有消息，然后又要再找这个人，然后这次他就真的从此消失了，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他就真的消失了，所以我就。被骗了1600块美金，差不多快七万块台币，然后就有了7万多块台币，所以是我爸妈也不知道，不过这个有录起来，哪一天有人就会被发现。大学生，1600块，20公分的长板，捏了多久？就我一直到现在十几年后有。真的可以眼见为凭的，也只有大概快一个月前，日本的那个世界唱片博物馆有要拍卖一支173的，后来我看有一度快要飙过日币100万，结果后来他还是留没有飙出去，因为那个老板他最后他的底价是280万日币，快要100万台币，然后后来这支厂就没有人卖，所以在老板的心中那就是。100万台币，173。啊，其实他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有看过比他真的更大的证据。大家都说长井大道从黑十八公分讲了很多年了，然后到目前为止真的有记录的，就是看到最大的是173。好，那其实时间是过得非常快，然后我们12点以前要结束，还要留个大概20分钟抽奖看头。所以好，时间还够。那养殖的方面呢，我就不要想太多了。那我们最后要来讲 DHT。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现在养虫基本程序大概是怎么跑。除非我们是店家，还有自己在做土在堆土还是什么的，不然一般的像我。我也是用买的，好，那买回来的第一件事，我就是把它这个大家都买得到，所有的那个果菜批发市场都有，都免费的，这种盒子很好用。我买来以后就会用菜刀割出一个正方形，然后这个板都用了那个布织布，就那个杂货店都有卖，包裹我就好多张，就剪一剪，然后这边加入贴起来。那、啊、这个其实封口性还不错，所以木瑞啊、旭林怎么样进去其实蛮难的。然后我就会把所有的纸都丢进去，然后就拿去冷冻。我家有一个小小的冷冻柜，刚好买8000多块，其实就小小的一个，可能体积大概跟书桌一样，它就只让我在冰库，所以蛮好用的。然后打开以后就这样，我会先冰个大概。3天左右，然后再拿出来，然后再放，它再放个大概1个礼拜。那以后就是旭宁啊、木瑞啊，然后什么满啊，就都没有。然后我这就很干净了，然后我就拿来养虫。然后我们
看一下这软房，我看 Andy 有很多种这种的容器，可是我这是最大型的，我在家里量，它底部接近正方形，它说是30×30，然后土大概就放个，就最底部大概5公分压得紧紧的，然后上面大概就整个高度大概我看它二十公分左右就可以伸长直，然后我就是上面钻很多洞嘛，然后就夹一个布置布，然后这个比例差不多是这样，一只母长直就大概是6.8公分左右，啊这是硬质板，它硬质板受到水汽就会变得很好抓，所以它翻倒了也翻不过来。然后就不给他，就给他吃。然后要采卵的时候就整桶就碰一个就把它倒出来，全部倒出来。啊、因为蜈蚣只要有生蛋都会压得紧紧的，所以蛋都不会受伤。偶尔运气很不好，可能裂开的时候会掉一颗出来，然后在掉的过程就被压扁了，但是几率很低啊。那我发现比用汤匙下去这样刮的安全度还高出非常非常多，直接汤匙去刮破蛋的几率还蛮高的，然后就一块一块剥，然后就会发现就里头都有蛋这样，然后我是习惯就孵蛋的方法很多种，那我觉得也没有所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最好的，我就是在采卵的时候就这种容器很多，就是那种在装什么木，那什么有机蔬菜的那种什么芽，就是木薯芽那种类似豆芽菜那种那种盒子就很多都买得到。然后反正我就是采一颗蛋，我就给它放到最底部，然后要马上再挖一点土把它盖起来，不然它有时候会干掉。所以我就一颗，然后就盖一点点，一颗盖一点点，它到最后大概就大概长个17、18颗。也不要放太满了，大概17、18颗，然后上面就装土蛋，然后就可以盖起来。那要看的时候就拿起来，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它就可能就是慢慢变大，然后就孵化了。那孵化以后，我目前哦是这样管理，这个是配用比这个再更大一点。那我发现很多日本人，就是 Vegas 如果有人在卖虫，他很多幼虫，他们都是用罐子。那我看 Andy 也用很多罐子在养虫。那他就是我的做法是，我会用，我都叫它三色土啦。等一下，大家可以来看。我发现很多日本虫也是这样的，就是最底部。我会有一小角落，就是一点点，大概可能三十公克吧，20-30公克一点点，是产卵木屑，然后产卵木屑颜色比较淡，我就会放角落，那有些人就会放一整块那个产嫩，都可以，反正意思是一样的，产卵木屑跟产嫩意思一样，你放着，然后接下来呢，这边。就会放比较烂一点的，就比较熟度比较熟的。那这个整个高度大概差不多20公分，然后大概这样子，三分之，差不多一半左右是放比较熟的。好，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这颜色跟颗粒在这里不太一样，这里比较粗颗粒，比较深一点，这里比较细。然后在上面就放比较粗一点点，因为。我差不多是一个半月到快2个月换一次。那我知道很多虫友是用比较大箱一点的，那比较大箱一点就可以久一点再换一次。那我大概1年5到2个月换一次土，然后它在这2个月的时间内，尤其是夏天即使有放冷气，我也大概放到26度左右，因为再低的话电费就很贵。那因为我没有。把什么沙蛋什么跟它养在一起，所以26度、25度长期是应该不错，而25、26度土的腐化速度就不会太慢，所以我上面会用比较深一点点的。好，那我就让幼虫自己去选择，他如果觉得他要再吃蛋深一点，他可以吃产卵木屑，然后我觉得他最爱吃这里啊，然后在2个月的过程中，
这个会慢慢的水化，慢慢的水化。然后灌土的时候啊，有些虫友会可能会塞土，我是建议最多塞一次就好，因为你塞一次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旧土嘛，那你旧土再倒回去，然后你到了下次换土又要再塞的时候，它不可能把你之前丢回去的旧土全部都刚好全部吃光光，所以你如果又塞个两次三次，一定就会有第一次那种很旧的土的一些成分还又倒进去。那我也不觉得说吃了会一定会怎么样，但是就是如果说它有一点点什么病菌还是什么霉菌，你如果塞太多次，它等于说会一直有机会去攻击幼虫。那我之前看一些报告是说，其实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什么昆虫，被病原体攻击的时候，通常不是一只病原体就会进去，通常是好多只病原体一起在某个地方一起攻击到你那边就弱掉，然后才开始有病原体入侵。所以你如果不要让病原体累积的话，这个还好。不要让病原体入侵的话，不要让病原体有机会累积越来越多，应该都还好。然后，因为20公分的话，其实就深入还算够，所以20公分我就不会再特别去把它压紧。这个如果用力一压，我相信很用力压，可能可以压到这里吧。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比较透气一点的环境。如果你20公分够高的话，因为像以前如果养那种比较窄的容器，或甚至比这个窄一点点，土可能不够深，你就要稍微压一压，让它有一点点那种压力，幼虫才会觉得比较安全，说它是在比较深的土里面。他说我们这土已经直接就够，有20公分，我基本上我土就是加到这里的时候，稍微摇一摇，我让它空间再压缩一下，然后再添到上面，我顶多一点点，要把它压一下下而已，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比较透气这样子。然后幼虫其实这种深度你看它就土比它高很多，它有时候自己在里头再钻一钻再压一压，其实就我觉得这个高度可以让幼虫自己去运用，那我就不会去把它压太紧。那通常母虫它在里头一直吃到羽化都没有问题，等到它过子之后爬上来。那这是特写，就是像一只产卵东西。通常它大概都在中层这里活动最多。就是我的一些容器，我大部分是用罐子啊，可是到后来我还是会换到大型的饲养箱，让它去做游戏。可是有时候你说一个不小心啊，因为这种虫的东西我觉得很难讲，它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一定会化蛹。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还会吃，结果它就被你做蛹吃了。像这个容器在养到125克以上、130克以上都没有问题，这是 DHH， 然后。这只还没化，它还在家里。啊，这是 DHP， 这个化蛹了。然后这个是 Licky， 这个是去年2年前的虫，这也已经化蛹。然后我今年有5只 DHH， 现在是110几克。那就是根据经验，就是这种东西也很难说的准。有时候你觉得它应该怎么样，它就也不一定会怎样。但是根据以前的经验。我现在有5只幼虫，大概110几克左右，但是它系统的 size 啊，通常皮越大张的虫啊，它系统会越大颗，然后头不一定会比较大，但是通常系统会比较大。那我希望这5只顺利的话，应该要可以过140克。如果运气很好，我是希望可以到150克。不过就是如果都按照推测有顺利进行的话，因为这活的东西很难讲。然后我对养虫有一个感觉，就是你一定要把它养到一个基本的重量，才有可能会有多大。但
但是有那个重量不一定它一定会有那个 size。不过你那个门槛重量一定要先入，哦，我觉得那个门槛是130，就会有机会有160mm的船出现。我那最低门槛要130，那保险一点大概要140、170。然后我都用那个40大香肠来比喻，我就说你如果有40大香肠的皮，你没有足够的馅料，你灌不出40大香肠。或是你有很多的馅料，很棒的土，可是你没有40香肠的那个皮，那张皮，你只有一般路边的寡人肠，它也灌不出40大香肠。所以你要运气好，有先得到那张皮，然后你要有好的饲料把它撑出来，然后运气再够好，大的幼虫就可以羽化成大的成虫，可是它的脚又要够长，不然很多长脊身体很大，可是脚就偏偏不是很长。那我刚刚在讲呢，运气好的话，运气不好的话，突然间他就给你做勇士，就抛一个，你哎呀，怎么给我做勇士？啊，做勇士，你看这个太短了，如果这样子。搞不好还可以，可是还是太短了。那这样子一定更短了。那你看说，哇，这一个开口，然后这是转了180度以后，这是另外一边，好，它是做有点斜斜的，一个开口在上面，然后斜到另外一边，然后你的那就没办法，你要把它挖出来，因为这不可能顺利化的。那一般呢，一般养到120克就可以移出来，就不要再用水了。那我会用比较小一点点，是它比较不占空间。一开始如果就用大的，然后因为幼虫它不一定每一只都会长到120克以上，其实你给它很好的，有些因为各种它不一定可以长到那么大。那你如果一开始每一只就哇很大箱很大箱很大箱，那会占很多空间。所以一开始就先用各种。其实也不会太小了，用这种赛体量，它在1.5到2.6块出去，然后它如果有到120克以上，我就可以换到大一般大的箱子，这样去做一次。那这个既然已经做了，那就没办法，只要挖吧。然后挖以后就发现，哎，龙翅这边断掉了，平常应该把它至少这么长吧。Hollow Pipe 140mm， 然后就是它，
然后其他的就哒哒哒哒负能量负能量，可是你看不到。好，那那个时候资讯也很封闭，你要看可能就要跟作者联络，然后可能要搞到那个时候真的真的非看不可能，你要飞去巴西看，或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愿意，其实我很建议看，应该可能不会。好，那其实那我花一点点时间很快讲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图很诡异。如果 DHP 从来没有被发现，这1993年喝醉以前，如果 DHP 从来不存在，我们就会想说啊，好了好了，场景就是在这边了，它就是中美南美的左边啊，它顶多好了，现在在那里发现一些 DHM 的哈，然后 DHT 看图外面是，然后 DHB 在这边。你都跟你说好，场景大概是同样，大概就这样。但是他一发现以后，你就要立刻发觉说，哎，他跟他之间有这么大的距离，中间是空的。那根据生物这个繁衍的法则，要么就是从这边发源吃过去，那就从这边发源吃过来，他不是空降，对不对？他不敢说这边发源，然后。也许真的什么龙卷风卷上去，然后掉到这边，或者漂浮物掉到这边，这真的应该是很危险。但这边大家是那个，这边大家会同意说，DHH 这个应该是漂浮物，所以这还没有办法。可这里是陆地啊，可这边现在都是空白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空白的，所以我们就要推测说，就像日本人说的，这里是不是还有很多亚洲我们还没有发现？可能是。交通非常的发达，所以还没有发现新的亚洲。那或者是说，这边的生态已经变化大到本来有场景，但是它灭绝掉了。根据这里的分布跟这里的分布，我一定可以说这里曾经有场景大陆，对，不可能这边有，这边有，这边是没有，不可能。但曾经有，那这个到底是现在还有，只是没有发现？还是说它变化已经大到它已经绝种了，已经不适合生存了？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假设说这边本来有，可是后来地壳变动太大了，到最后这边的灭绝掉，那地壳变动到生态改变到物种灭绝，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那样的说法是成立的，说这里本来有可是灭绝了，如果它这样成立的话，它那个时间是很长的。那如果时间很长的话 ，DHD。跟他们的关系就应该不是亚洲，就应该已经要变成亚洲，比如说海神跟长颈的关系，或沙袋跟长颈的关系。可是你看，他们之间还是亚种关系，然后还长得那么像，所以可见时间上应该没有非常久。那这样的话，这里就像日本人说，应该还有很多亚种是还没有被发现。所以你看，2000年以后，就五六个亚种陆陆续续。被发现，而且它是从一直吃过来，对，玻利维亚那个 DHM， 然后看它户外巴西这边，然后它有慢慢这样发现过来的迹象。那这里也许未来交通在发展，也会再发现新的种类。时间有限，我们看这只是它的正模标本，它的正模标本，可是要看一个影子而已，看一个。所以我就跟作者有调到，看你以前根本没有网络，根本没有电脑，都没有。啊，这次是正模标本，这次就说它里头都有啊。对，不要花太多时间想。从上面看好像好像没有什么太不一样的地方。啊，它是有点蓝，太漂亮。然后这是它的侧面，就刚刚那是黑黑的，它。像等一下我们看那个 DHP 它的个体，后来我们就会发现说 DHP 啊，它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这边没有角度。此外，这里的变异很大，这边这个角尖跟角末这个小地方变异就很大。像 DHH 啊，还不太会有什么变异 ，DHH 它不会大到说像 Lip 那个什么刀片在这里。它也不会小到不见，像塔卡普外 DHT 那个都不见 ，DHH 这边还蛮稳 ，DHH 这边也不会怎么回勾，都不太会。DHH 就是这边在变啊，对，零的一个两个三个要变一，DHT 是这边不变，它就专门变这两个地方。
然后你看另外一只副黄鼠标的，好不好？对，上面看，其实上面的场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顶多说比较粗一点，比较细。然后看这只跟刚刚的模式标本这边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只它这个脚尖呢，这个三角形它是往前推，好，然后这个没有回头，跟这模式标本很像，就是它就是往前推的，往前推。然后看第三只，这只很漂亮，这只几乎就很粗，然后颜色都不太一样。你看这只是带橄榄绿啊，啊这只是比较黄一些，啊一开始用是有点橄榄。啊这只，它这个脚尖也是往前推，啊这有稍微低一点点回头一点点，好。所以当时研究来研究去看来看去，就这三只猛标，然后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然后后来就去养了一批，然后陆陆续续开始孵化。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母虫，其实母虫看不出来，这母虫都长这个样子，顶多有的黄一点，有的绿一点，不然其实母虫从侧面要看，就说这是什么样子，可能我觉得太难。然后大家很爱看的就是母虫，大概只有这里比较可以。可以有一些区别，但是我觉得看这里也只能真正说，它是属于科点是上面型的还是科点下面型的，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大家可能来看这个，它是会吃到下面来的，几乎通通都会吃到下面来，不会看到说只有在上面，像 DHH、DHL 都在上面。然后这里我就快快的按，大家看一下，我刚刚说。DHP 就是要看它最末端，因为它一定没有脚尖嘛，所以我们看最末端。最末端，你看它的变化。嘿，嘿，老师，我想找。
可能会长一点点这种隆起，可是目前我的个体还没有遇到有这种隆起，就是很干净。它这一只是，看它这一片就已经蛮大，有一点点像金鱼了。然后下一只是也是比较极端的个体，就是看它这个很尖又很大，然后脚尖跟脚末之间其实又是一个很大的距离，所以电锯不一样。变化还蛮大的。然后这只是我有带来自己的一只标本，自己一只标本。然后这只是 WF1， 就是他的爸爸是野生虫，这是他的侧面。啊，这是一只标本。然后其他的，等一下就大家来前面看各位。照片的话，大致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先讲到这边，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因为我看颜色也差不多都出来了，我因为宜兰这两天真的很潮湿，所以在家里我看颜色蛮快就出来了，可是这个这次放比较久，不过，应该都算出来了，那我们就近距离的看这些图，那。看的时候啊，你就注意去看说它们的末端会有一些变化，啊，其他的其实都就是没有的。然后这边土有三种，是一个是比较细的，一个是中粗的，然后一个是就是最粗的放在里面。那我们等一下就看完以后，然后再抽奖，好，然后问问题，然后如果没有时间，因为我刚刚讲有刻意把讲的快一点点，因为怕万一时间不够。那如果等一下还有一些时间，我看可以补充讲一下什么东西。那我们先看船，好了。